所以感觉第六是心灵不足，甲需要人服务。咱已经伫咧听到圣诞的钟声在动啦。咱已经伫咧领受一个好消息，讲上帝疼这世间的人，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，上帝疼你啦。不管你的亲人、朋友怎样看你、怎样骂你、怎样未谅解你，而且也搁有一个信息要对你讲，上帝疼你。不管别人怎样看你，不管别人怎样否定你，上帝要建立你。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疼甲盼望的记号。十一月是一个感恩的日子，后礼拜咱就要举行感恩节。今日伫咱的酒杯中间有夹一个红包落啊。这是后礼拜要用的，我们开始预备心，讲后礼拜是感恩节，所以你等下了后面，你莫用这个落下去，这是带进去的，让你感觉平安，然后说上帝啊，在今年的中间，到底在今年的中间，我有什么会当感谢你的恩典的所在？今日拜咱的讲，大家人拢伫咧超车一个。蒙恩的人生，大家人拢伫咧超做一个，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。请问，一个有福气的人，迄、那个福气要倒去找？今礼拜的圣经耶稣在讲，人伫咧超做上帝国，伫遮伫遐，还是伫倒去？咱的心内。所以。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还是一个你是一个无福气的人？在你的心怎样想你家己的人生？常常拢甲遮个中过斗阵，遮中过到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、成百岁斗阵的时，你会当看到一寡人，真少数的人。那伫咱教会，因为教会遮是真困难找着，因为逐日伫遮咧出招的遮个长辈，即马逐个人面拢笑伊，面拢笑伊。阮嘛后日包有几个长辈，人伫即个遮做见证，互咱听。来到伊的性命，来到因为教会了后，改变了。因为伫因为教会即个环境的内面，拄着主了。啊，伫。即个甲即个中国斗阵的中间，看到一寡人，伊的过去的人生可能真像样，可能真有出头天，可能是袂歹的一个人。但是到年老的时，伊的面真少有笑容。到年老的时，可能变作真孤单、臭人面。但是有真侪人。有真侪人伫个伫咱个永福教会出入个真侪即个长辈啦，你若看伊来到伫遮，逐个人面笑嘻嘻、笑嘻嘻、笑嘻嘻，迄个笑嘻嘻，甲伊即股身躯到底偌侪钱？某人你是厝内安尼存偌侪金啊？甲还是你厝内你银行存偌侪钱哦？你今仔日遮尼幸福，遮尼快乐？因为食到老来了后，你看伊一个人。真侪社会诶，迄个大众媒体直直甲咱讲，人到退休了后，到伊百岁年老这段时间，都爱几千万。你有准备几千万无？若无你年老真歹过。我讲无影无食，毋通直直传即款诶无影无食诶信息。真侪人拢讲，你毋生一个囝，对出世到伊读大学，都爱几千万诶教育费，无影无食。因为。在咱的士大人，在我的士大人的时代生七个囝，在我阿公的时代嘛生要成十个囝。大家人咧出世的时，无一个是外面好康，大家人拢真歹命。我是用担伫田的，啊，抱一骨啊，白白白出来，迄个一骨啊，就感觉咧食土，食算迄个树啊，几大汉的囡仔。
油门啊，当迄个外面，当阿咧，当阿咧走，我看到白当后壁，当阿咧捡油麻屎，当阿咧食的。伊咧嘛是，你会无影无食。我要甲遮个中，我要甲遮个野过个生囝讲，拜托，请恁真心，因为即摆每一个县市拢伫咧有选袂歹个补助金，或者拄咧生囝个，请恁凭着信心好好来生，然后咱会看见讲上帝嘛是做，甲遮个囝仔，互伊一个一个伫咧大，得到真侪时阵社会真有贡献个人，伊个出世个背景拢无通真好势。想好命的家庭的囡仔，伊无一定有法度通贡献社会。我讲毋是绝对，我咧讲的是，真侪时阵，咱要安怎样倒转来？咱的生命上要紧、上要紧的所在，是伫心灵的所在。所以你即句到底你的银行存偌济，到底你社会地位偌悬，迄个甲你的幸福无关系。真正咱咧对一般人来讲，伊常常会当面带笑容，然后伊的人生无论到倒一个阶段，伊拢真平静，真有平安。然后伊想着我的日子，我未来的日子，我真安然可靠，因为我知我伫上帝听的中间，我伫上帝的手中。什么款的人是有福气的人啊？咱拢知耶稣有讲到迄个山上的有福气的人。伊看到一堆的人伫遐爱听伊伫咧讲，什么是有福气的人？然后伊就爱逐个人坐落去，然后第一句话讲，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上帝国是因的。心内颂扬，才不能讲着心。你有福气，毋是伫外在，有福气是你的心内。然后最后才搁咧讲，你要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吗？你的心是爱看家己是颂扬，什么人爱变做颂扬的人？可能有个人少年家，我唔知少年家听有这个颂扬无？有吼？颂扬就是善车，心内善车。你知影讲心内常常感觉？我腰，我嘴巴，迄、那个腰、嘴巴、心内就是感觉我不足的人，伊会去追求；心内不足的人，伊会感觉伊一定不足，所以伊要去打拼，然后去超车。心内颂扬的人，即款的人会感觉家己不足，所以真谦卑，袂骄傲。所以耶稣伫咧讲，你要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吗？拼康你家己的心，你的福气要对遮来开始。只要咱用花语两个版本，咱来读一下好无？这是耶稣的话，啊，咱到底出声用花语来读一下，来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一起拜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。来，现在不能来讲，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这个叫第一个福啊，不能是讲虚心的人，心怎空起的人，因为心空，不能也对照面是啥？心内八九。迄、那个心内真饱，但是迄个饱是用外口的物件甲填饱。迄、那个饱是我想侪的我，什么物件拢有你的家己的看法，有你家己的立场，有你家己所有的物件一切，我已经甲我家己的心拢填满。我上好，我上老，我的看法绝对正确，我绝对拢徛，我徛的立场就是对的迄一边。我，所以这个我想丰富，我想多，就变作我逐项好，别人拢唔好。耶稣讲，你若要成做一个福气的人，你迄个心内想多我的人，你无法度通接纳上帝。你
你直直咧祈祷，可能你嘛直直咧祈祷，上帝啊，上帝啊，请你听我，上帝啊，上帝啊。但是真正信心啊，要对你讲话，你就随时甲摆得掉去。因为我已经定定了，迄、那个我想做，然后伊直直去摕伊认为对的物件、好的物件，然后大家直直家己心填满。所以你看，这世间有真侪人对少年到老，直直拼、直直拼、拼真侪物件。伊像伊世上，伊拥有太多，拥有许多。因为我们带你来看，讲你爸的这拥有很多很多的各方面的人，因真正快乐过，因真正幸福过，遐心内填满真侪物件的人。由于咱的信用的这个家伙在咧甲咱讲一下，不管你的外在物质、程度怎样、条件怎样，不管你的学历怎样，不管你伫人的面前人怎样看你，只要你若真正，你的心定定会当拼通家己，搁甲上帝连接那亲密，你甲上帝的关系那亲，然后。你伫亲像保罗伫任何一种的环境的中间，你拢会感觉你真安舒，你真平静。所以真正的平安，基督徒来讲平安哦，平安哦，唔是对好些人，唔是对地位高，唔是对学历高的人。平安哦，平安哦，是你每一个人，你拢有迄个条件，你拢只要你来肯。你的心若甲上帝调整好势，你拢会当得到这份平静，这份喜乐。然后对你的生命下一步，你真坦然，你知，我深知我的上帝这么疼我。承认家己灵性欠亏的人，我的灵性欠亏，我承认。因为爱知影。连苏格拉底这个这么要紧，主要说以前三百多年前的一个铁拉家，伊到即摆的话，拢还搁伫咧影响这个世界的一个苏格拉底，伊还搁伫咧讲，人看我那敢若真好真牛，但是你拢唔知影，我对这世间我所捌的，只是海对啊，那敢若亲像海边的一粒沙那点。这款的人，伊的心灵感觉，我所发的无完全。不管这世间的人怎样看我，我拢知我家己，我知道我自己的贫乏与不足。耶稣就对这讲一句讲：，既然承认家己欠亏不足的人，恁有福气啦，因为上帝丰丰富富的要给你。你会阁继续，你会阁继续。哇！不管你的年龄怎样，你袂停顿，因为你感觉你家己不足，所以你会阁继续学习，会阁继续追求。所以无论你的年龄怎样，你还阁是一个进步超济的人。耶稣来讲，你敢是一个这款的人？照一句话讲 ，The humble man makes room for progress。谦卑的人，予家己的心有一个房间。谦卑的人，伊的心会有一个空位，迄、那个空位是咧创啥？予伊也会当继续成长 ，progress。谦卑的人，伊的心定定也有一个空位，然后予外口新的物件会直直倒去。然后讲 the problem， 骄傲的人。Believes he is already there。骄傲的人，常常拢感觉已经伫遐啦，伊徛的位已经，所以伊拢用伫真悬的所在，伫咧看别人，伫咧监视别人，伫咧调整别人。伊拢唔知影，伊所捌的无完全。所以真侪人，迄个骄傲的人，伊拢唔知影，伊逐摆讲话若讲伤侪的时，后壁显明伊的。欠亏，由于这个会当做你我咱什么款的提醒，你要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吗？
这个是为什么？咱逐摆来到伫教会，基督徒，你若要成做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爱注意一项事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拢爱大声告别：上帝啊，我是一个无完全的人；上帝啊，我是一个无罪的人。在这个历史，基督教的历史的中间，有一个人对信仰历史的贡献真大，叫做保罗。总是伊当伊面对上帝的听到完全的时，伊竟然跪落去安尼讲：上帝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佮伫罪人的中间，我是罪亏。什么是罪亏？一个犯罪上重去一个。我若有杀人无，有放火无，有抢人无，我若逐项拢无，伊的一世人，敢若为上帝大发一心，总是当伊真正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发觉伊家己，伊看到伊家己，伊就跪落去讲：我是罪人，佫是罪人中的罪亏。因为这是一个心灵世界的自我检查，所以若会当感觉讲我是这么卑微不配，伊才有可能会去指别人的罪，伊才有可能会去挑剔别人的问题。因为我唔知伫咱的中间，你有这款的个性无？要安怎有真正看到一个谦卑的人，拢会当伫别人的身上？看到水的物件，是咱会当学习的。先人讲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”三个人伫咧斗阵行，必靠有我会当学的老师。因为我会当学的老师，伊唔免我完全，但是伫个生命中绝对我会当捡的物件。你我咱伫要成做上帝国，会成长的真格，会成长的人。就是不断伫无完全的人的中间，伫咧学，我会当学的。所以我伫咧捡别人的面，当别人两者乱着拄着问题的时，咱就原来伫别人的教训的中间去捡着，然后做我的警醒。别人好的我来学，别人唔好的所在做我的警醒。所以别人的痛苦都我都唔免去拄着。所以，若会当对细汉的时候，伫即款的信仰的路程，安尼直直咧行，因为亲爱的，伫每一步，你都伫咧经验上帝新生命的再创造。所以要成做上帝国内面受救赎的人，就是不断爱承认我是一个软弱、软弱不配的人。上帝啊，你才会这么疼我。过去我为着家己活，我即摆学会晓，伫我身边看到一挂人，我会学会晓关心别人。所以只要唔通讲啊，我食到这个话啊，我老啊，我会当做啥，我无路用啊。我甲你讲，当上帝这么疼你，最后所见到为着你死，你唔通讲你无路用。只要你还搁咧食饭，只要你还搁咧喘气，你都要感谢上帝。然后讲上帝啊，你这么疼我，我会当创啥？真侪时阵，你来当拍压一个电话，拍一个电话，甲别人讲话，你已经来传达一个爱情，传达一个关怀伫别人的心情。你是一个足要紧的人。这礼拜有人爱无事见到，约。啊！后来我有其他的代志，然后请到会当工作，然后竟然伫迄个所在讲，我输，只有一条钱，请到三工，甲到会无障碍空间，佮创有佫较好。我想讲，无障碍空间，咱以后到会都创了袂歹啊。那你讲到我有这个空间，应该拢比别人较好啊。但是有影，通过有人的提醒，咱搁转来看咱家己。咱有无障的空间，但是咱的无障的空间会当搁改善。别人看到
别人看到咱有，但是会当搁较好，互使用的人搁较方便，搁较舒服。但是遐个物件，咱感觉咱无东西，咱感觉有啊，也着好。有啊，有当时咱一寡物件乱起，咱家己感，咱家己无去注意着。因为你的存在，你的存在，真正也搁会当，只要你来用一寡心，上帝加，上帝教会，会拢会变作搁较好。然后咱你我咱身边。你安尼咧做，我安尼咧做，大家人互相安尼咧做，咱互相拢会互相激励，然后咱的性命的品质会日日提高。咱已经变做，伫咧责备别人、挑剔别人都会无好，开始咧变做我会当做啥物。所以我真感谢，毋知你有注意无？咱英国教会礼拜煞，咱的桌啊椅啊，咱的物件，因为你有咧注意。所以咱礼拜三咱拢无垃圾，咱的圣诗、咱的圣经摆甲真精髓。但是有当时啊吼，有当时啊，我也过偶然的看到圣诗嘛，黑豆饼。圣诗原本就安尼，哎，豆饼黑，哎，我想讲，注意啊，咱核心要做做到底啊，大概加的是圣诗、圣经就是摆好。有你的参与，有大家人的注意，大概你一摆到英国教会一楼，你就看遐真精髓。因为迄时咧创啥，开始咧转化。咱的青年礼拜到伫遮，青年咱就提醒。我真正我要提醒所有遮的青年人，你来要结婚，拜托你做你以后，做你以后，你就做你以后。坐姿随便还是坐姿要端正？坐姿要端正还是要随便？拜托的哈，无论男方无论查某，即个要未结婚的青年啦，恁责任就做好，因为迄是足迷人的一个姿势。你若坐咧床安尼，扑落去，我表哥表娘都只坐姿，我坐不像坐。我跟你讲，真歹在，无在爸爸妈妈给你生个遐尼水遐尼缘投，但迄个坐姿就。咱要安怎样真正常常伫咧互相提醒、互相提醒，互你个生命个存在就是一个吸引。迄个都爱定定个感觉，我需要成长，我要成长，然后我要去学，我要学，然后我个生命搁较水、搁较水。人伫即个只咱来讲，谦虚、谦虚、谦虚个对照就是一个骄傲。骄傲常常拢伫咧比，人个骄傲是因为伊比别人较侪，伊比别人较好，伊比别人较敖，伊比别人较丰富，所以比别人较好个人，伊会当常常拢伫一个真高个位伫咧看。但是伫上帝国个内面伫咧讲，你遮外在物质、外在个物件，无法度通兑换上帝国个门票。所以要安怎样，互咱常常会当受到提醒耶稣的话，咱要安怎样真正常常提醒家己，我无够，你无够，咱所办的亲像苏格拉底讲，所办的干那一点点啊。所以伫这个所办的一点点的中间，咱互相伫咧提醒，一个真正。谦虚的人，伊有几个，有几项事伫伊的生命中间。第一，真正一个谦虚的人，伊会认捌家己的有限甲两者。耶稣讲，一个真正认捌家己有限甲两者的人，有福气啦，因为因要得到上帝赋予的福气。第二，继续伫咧追求良善的人福气啦，因为因要得到上帝要赋予福气。第三，承认家己的一生拢需要上帝帮助的人有福气啦，因为因是上帝的子民，知影家己软弱的人，伊就家己会谦卑。所以伫遮，
我毋望咱常常咱的人生，常常用两只手，手的模式一个是，请帮助我，请牵我，请甲我扶一下，我需要你，请你帮忙，上帝啊，请你帮忙我，一个是求救的信号。只有谦卑的人才会承认我不足，所以请你来帮忙我。但是得到疼的人，得到帮忙的人，随时佫伸出另外一只手。你有需要，我要牵你；你有欠亏，我要帮助你。你即久孤单无伴，我要陪伴。然后，所以伫你的身边，你常常咧需要上帝，需要遐灵情比咱较好的人，咱需要因替咱祈祷。咱需要对因学习，听因的话，听因的苦劝，然后随时搁活倒转。咱嘛需要进去帮忙一挂需要的人，比咱较年纪较轻、较能吃软弱的人。教会常常就是咧实践这两个，所以一个感觉家己不足的人，伊的确伊有五种真简单，还是讲真基础的特性。第一，伊的谦卑；第二，伊的静听。第三，伊唔敢随便批评别人；第四，伊会努力追求，搁较好，互伊家己搁较水，搁较好。第五，伊会不断对人、对上帝讲，请帮忙我。耶稣讲，伫你的生命内面，有即款的特质的人，你有福气啊！上帝都是你的。谦卑的对照是骄傲，骄傲的人大概有至少四个特质。伊对任何好代志拢有家己的看法，伊真困难接受别人无共款的看法甲观念。伊总是抓做伊是对的，伊的立场是正确，伊是正义的，别人是不义的。就是伊袂对人讲，伊真困难对人讲，伊真困难对别人开嘴讲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请来帮忙我。伊袂讲即款的话，伊难是定定感觉咧指责别人。伫圣经的中间，最近咱拜三，咱伫咧查经，咱伫咧看约翰福音，咱伫咧看约翰，然后通过约翰的作者伫咧看行出的约翰伫耶稣的面前，行出的约翰行伫耶稣的头前，行出的约翰身边吸引真侪人来就问伊。总是当耶稣出来时，伊就随时对人，人伫咧问伊讲：“约翰啊，你讲话遮有力，你的信息吸引遐侪人，真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的洗礼，你是毋是基督？你是毋是迄个古约预言要来的弥赛亚？”伊直直讲：“我毋是弥赛亚。”人咧讲你是，伊讲我毋是。因为真注意，真侪宗教界的人，拢直直明明伊都毋是救主，明明伊都毋是遐尼牛的人，伊拢直直感觉讲，伊是神人，伊是神人，伊直直咧推销伊家己。行出去个番，人直直安尼个认定，伊嘛做遐尼特别的工，人讲你是，伊讲我毋是，我毋是。迄、那个将来伫我后壁来，我跪落去，甲伊头跪大嘛袂堪的。伊佫讲，迄、那个将来要来，伊就是新郎。我做只是做新郎的朋友来听。所以，当新娘若娶进来了后，伫迄个快乐的场面，我干那因为我的身份是新郎的朋友，我都欢喜甲袂顾你啊。你看伊，然后伊佫讲。伊咧伫我后壁来，伊的确兴旺，我的确衰微；伊的确兴旺，我的确衰微。由于咱要安怎常常把家己提离开迄个位，然后互相地伫人的面前，亲自做工。你我咱拢只是一个点火的人，你我咱只不过是一个尽使命受托的萝卜。咱伫咧努力做萝卜的工内底，萝卜做了就退回主人啊，你伫遮。当行出了安遮尔谦卑的时，看家己遮尔无路用，
但是伊即个尽力伫咧做主好业工，正做一个开开路的先锋的时，伊谦卑，耶稣就安尼讲：，既然富人人所生的囝，无一个比囝细的约翰佫较大。一个谦卑的人，竟然伫耶稣的面前，耶稣高举伊。既然富人人所生的囝，无一个比囝细的约翰佫较大，总是未来伫天堂的，大家都比伊较大。哎呀，安尼即世间无论你偌大，有一日你我上边啊接咱入去天堂，咱拢比即世间任何人搁较大。我当你偌大，无影。有一日咱入去到伫上边讲，咱拢比伊搁较大。所以即个是咱要安怎样，咱就只有真谦卑，好好啊做上帝囝，真享受伫上帝国度内面，迄、那个心灵世界的满足。所以上帝国在哪？上帝国在你的心，上帝国在哪？上帝国在你的梦想的内面。你我咱家己来追求你家己生命后一个上帝国的景象，然后你尽你的使命去完成。完成了后，你还佫接这个楼梯佫爬好势。你家己迄个梦想佫甲上帝国的梦，你的梦甲上帝的梦，你的国甲上帝的国佫会连接。所以佫有奇迹，上帝国在哪？上帝国在你我咱三件的中间形成，上帝国由一日上帝把你的灵魂接在你的体内，你拢住在上帝国内面。今年叫三位的圣经，咱用华语来读一下，好吗？预备，来。骄傲只起真敬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的人家，败坏之先人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骄傲干来引起纷争，咬听苦劝的，这个咬听苦劝，台湾话讲咬甲人参详的有智慧。做一个上帝国的百姓，爱学会晓凡事甲人参详，因为伫每一个人的心灵内面，都有上帝灵的同在。咱大家人分享了后，咱会搁较抓着上帝的心，搁较准确抓着上帝的意志。所以，你我甲咱迄个我，直直慢慢来甲煞，煞只主上帝最中心。这个家公妖花的跳会骄傲人的家，这个家公败坏大圣人骄傲，尊荣长老头前有谦卑，所以行在尊荣长老头前拢是谦卑行头前。所以我想，你伫上帝面前，你要得到伊的建立吗？谦卑的人不。因为上帝国是伊的，伫遐咧，拄我过迄边，即个遮有一巴肚，法利赛人的祈祷，甲抽象人的祈祷，咱常常是倒一个姿态，注意，你用什么款的姿态伫人的面前？来，咱搁一摆，甲这个版本，咱搁这两个版本，咱搁读一下，好无？预备，来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承认自己灵性变化的人。多么有福啊！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愿上帝国的子民啊，咱用谦卑看顾家己，然后咱留得别人参详，过一个彼此三听的日子，然后咱就已经踮伫上帝国的内面，咱就已经成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你若是一个谦卑的人，绝对是光辉温柔对待他们。你若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你是绝对是伫咧误别人，伫咧学物件，赢过伫咧指责别人，会两者关照，人心的平等。主上帝，我这是伫你的面前，要讲有耶稣实在是真好，有耶稣的话的提醒，真正是水无比。伊的话要亲像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带阮直直行。在上帝的道路的里面，
愿这个生命在你的面前，你着你着欢喜，靠主耶稣的名。我这个是我要先请台湾信仰院的信仰先，其实讲信仰先，伊嘛是团队啊，刘宋言啊团队，伊做团队，也搁谦卑去台湾信仰院搁学，然后今仔日受派来到伫咱的中间嘛，要甲咱请安啊，伫咱的聚会内面有台湾信仰院奉献的地啊。啊，咱真感谢上帝，啊，时代拢伫个训练、呼召一群人，伫进入伫这个世间，欢迎上帝会啊，咱这时啊，咱请伫咱个伫咱。主，各位信仰前辈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我是台湾信仰院的学生，刘宋的。今仔真欢喜啊！来到咱应福教会咯。昨下晡我坐火车来，对台北来行到咱应福教会，就来接受牧师娘、牧师，啊，一家三代的招待甲温暖。我昨暗在困之前，我就变我的记录。原来伫2015年，彼当阵的即时啊。我就伫伫咱台湾教会啦，上过咱牧师的课，安尼算起来，我嘛是学生。对着伊，我会当了解吼，伊是一个有眼光、够温暖的人，真有温度。所以我会当了解吼，咱英国教会吼。唔，那是这个名内面有一个福，实际上嘛有这个福气，这是真正。感谢上帝，我嘛，我拄仔咧想起来普世欢腾啊，我就感觉真欢喜。我细汉时阵啊，主日学的老师啊，就是阮牧师娘。阮主日的下晡时啊，伫教会咧练唱，我看。我来读神学啊，伊是上欢喜的人。时常我徛伫咱台神的山坡啊，对下骹看去啊，心内就充满着感恩。我是一个啥物款的人，他有这样的福气啊，伊才来读这修中医。阮台神啊是真注重祈祷，甲团队耶稣的学校。阮的老师马约翰。牧师啊，你讲啊，恁来读神学啊，上重要的，毋是啊，读一百分，毋是第一名毕业，是会当平平安安顺利哈毕业，啊，到时阵要完会当哈欢喜来服侍人，服侍上帝，安尼就是成功。阿门。下面啊，我要放一段学校准备的影片。请大家来看，什么是耶稣的眼光？什么是伊所看重的？当年前，我对神学院毕业，来到云林县水南乡，我满心期待准备误会，只是无想到教会就剩八人，并且已经34年无转一个传道者，一时我感觉真惊讶。已经无奈，我先来跟上帝问讲，主啊，是安怎你爱我来到这个所在呢？但是兄弟对我充满期待，因真紧就将厝边的囡仔带到教会，坐满小小的主日教室。在梦中，我开始想，我知因的渴望是甚么。我也渐渐明白，上帝爱我所做的事情。上帝爱我看见因的困难，去了解因的家庭功能失调，对痛的渴望甲失望，以及对未来所失去。
改变者的，咱毋是上帝丰盛的恩典，毋是神人伊真十八的训练甲支持，我实在毋知安怎通行落去。神人伊的教育是我有三个基础。我记哩，伫神人伊学习的时阵，其实并无轻松。阮伫真有限的环境中，学习刻苦家己，学习完全顺服，完全认真。阮真觉悟，真做上帝眼中忠心的奴仆。虽讲伫迄个过程真辛苦，阮却充满真实的喜乐，阮也充满对服侍的盼望。超过一世纪，台湾神学院伫时代变迁中，坚持用圣经的原则，培育良心的传道者，引导伫台湾每一个角落。无论环境的困难，无抵御伫家己的欠缺甲问题，只看重耶稣的眼光，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用耶稣的疼来疼一段故事，为台湾每一个世代来也福音的证据，证明上帝对台湾的疼。我感谢上帝带领我来到这个所在，在人看作欠缺的所在，伊却是稳定的甲足。什么是耶稣的眼光？什么是伊所看重的？来咱看见宋公人的需要，看见无依寡妇艰苦人的欠缺，看见台湾一个岛屿的需要，更加看见后一个世代的需要。耶稣的心意，支持神学教育，就是支持上帝疼台湾的心意。看你自己，然后想着安怎做的代志。